喺个 family 里边，我系一个大家姐。我阿爸阿妈对我好有期望，因为我系最大，我有一个阿妹。咁当我毕业咗过后，好自然我就加入咗我爸爸嘅公司做 steam boiler business。从中我自己有一个小生意 ，as a kids party planner。我好中意做细路仔嘅 birthday parties， 因为我觉得佢哋系好开心，令佢哋睇到一个 birthday celebration。因为 covid 嘅关系，咁咧我哋嘅全部 projects、全部嘅 parties 全部都 put on hold。咁咧我嘅旧同学就同我讲，有依样嘢叫做 Ruby Cell， 你可以试用，而亦都可以试做一个 business。当我接触咗呢个 product 叫做 Ruby Cell， 喺六月尾嘅时候，我就 start 做呢个生意，因为我用到佢真系好好 ，and 佢嘅 result 系无可否认，每一个人用咗过后都会去 reverse aging。当我发觉到这个 product 是这么好的时候，也都有人见到我用到这样东西很好，今年真的有分别比起以前。当我第一天见我的 mentor 做 Hansha 的时候，我有跟他讲过一样东西，就是我不懂得去做 sales 的。但他跟我说，我不需要做 sales 的，你只是需要去解决人的问题。从此以后，我就坚持这个原则去解决人的问题。其实呢，做每一样嘢都有很多挑战和很多 challenge 嘅。咁咧，无可否认，我自己本身都 face 很多 rejection， 很多 obstacles， 很多 challenges。咁你要点样样去解决呢？如果你解决不到你自己，你点样去解决人关系呢？当我涉高枕头想清楚过后，我认为我不可以再等，我一定要行动，要即刻行动，做每一样嘢都要而家。我同我自己讲，我要做好准备，每一日都要做好准备。That is the power of now. So 咩意思系 power of now？ 做每一样嘢都唔好等咯 ，call now， email now。总唔知就系全部嘢都要做，而家而家而家，点解咧？因为咧，你一谂到每一样嘢你想做嘅时候咧，你就即刻要去行动。一行动咗过后，你嘅收获就会到喺你嘅家里边。虽然我有一个好大嘅 team 去 support 我，但我知道如果我系唔行动，我唔自己去做我想去做嘅嘢，冇人系可以帮到我嘅。咁喺六个月过后啦。我得到的东西就是做了 Emerald 在 Afrozone Ruby Cell。 很多人问我在短短的时间去怎样去做这个 achievement， 那我可以跟你说的就是不要等了，做每一样东西都要立刻去做，做好自己本分， and then 一定要用那个 the power of now。 大家好，我是 Mayan Emerald in Afrozone Ruby Cell。